浙江省是我国机场分布比较多的省份，基本上三分之二的地级市建设有机场，其中宁波丽舍国际机场是浙江省规模较大的机场，在浙江省排名第二位。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丽舍村，距离市区仅有10公里，可以说宁波丽舍国际机场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距离市区较近的机场之一。宁波市是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所以机场建设也比较先进，航空较为发达。宁波丽舍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在780万人次，在我国的机场中排名第34位。宁波丽舍机场在1990年才开始通航，在2005年的时候升级为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已经开通航线90多条，通往国内外的近80余个城市。宁波丽舍国际机场拥有3200米的跑道一条，是一座4E级机场，可以起降波音747及其以下机型。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你有印象吗？你对这座机场怎么评价呢？